大甲妈绕境前夕，已经有许多信众到庙里上香，厕所使用量比平日大。镇南宫位于减压供水区，九号妈祖祭假日，信众担心水会不敷使用。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洗手的一个问题啊，牵涉到卫生嘛。干洗手，我们会自己带，我们会备那个酒精。 镇南宫周边摊商也赶紧储水备用，尤其是餐饮业者，有储水，就准备多一点，不然也怕没水啊。热闹的时段那么多人，没有水用，做什么事情都不方便啊。虽然大甲镇南宫只有减压供水，但妈祖绕境途经的部分庙宇位于停水区域，呼吁参与活动的信众节约用水，并做好防疫措施。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道。